唱送台湾，今天是这个豆子不输，豆子不输牛，之诚实人俱乐部，他都要唱这个在你身边哦。这应该当恭喜这个，哎，因为那应该真侪奖啦。有一种东西叫做福音摇滚，对啊，一种福音歌曲，嗯，哦，可能不一定大概拢有机会接触到嘛，对啊。这个团叫做七色客，七色客，你敢盖小姐，七色客乐到底是什么来路？哦，七色客这乐团哦，伊其实是我即卖迄个算我的 boss 啦，真你头家。对，我进前苏玉修老板，对，爱是我的牧师嘛，哦哈，对，我的属灵前辈啊呢，哦，属灵前辈。对啊，我伫街头福音人内底，然后伫咧做咱迄个福音的街头的运动内底，其实足侪前辈嘛，七色客乐嘛是拢会来到三江啊。哦，对，这内底人其实本来拢是伫主流音乐做真多。对对对。啊，就大家都反正基督徒大家有心想讲要奉献。对。色客乐就是圣经内底啊一个钱币的单位啦。对对对。其实台湾有真多做福音的。对。哦，可能也几十个乐团应该有。对啊，啊，你主流唱片不一定讲，大家拢有机会听到。对对。感谢这个豆子博士，感谢老师，豆子博士，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。暂时好温馨到平常。